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与北美路加医疗传道会将于11月17号星期四美西时间晚上6点到7点举办主题为癌友防疫健康吃视讯讲座，邀请美国营养与饮食学会成员注册营养师胡少飞来分享探讨如何吃得对，借以增加人体免疫力，减少罹患新冠病毒的几率，如何改善焦虑的情绪，如何正确的阅读食品标签来选购健康食品，另外还包括破除一些有关饮食的迷思等议题。有兴趣的朋友们请扫描屏幕上二维码或是上网 heartofhopehospice.org 报名参加。11月是感恩的季节，美国华裔精神健康联盟与三藩市爱家素食餐馆 Loving Hut SF 共同提倡健康饮食，为了鼓励大家培养有助于身体健康对环境更友善的绿色饮食习惯，爱家素食餐馆特别在感恩节送出爱心素食火鸡，共有需要的朋友免费领取。领取地址在美国华裔精神健康联盟办公室 Castro Valley 的3160 Castro Valley Boulevard Suite 210，领取时间为11月18星期五和19号星期六的早上11点到晚上8点，每个家庭限领一份，大约足够6到8人享用，并附赠烹饪指南，送完为止。若需要查询，请打电话510-605-9587联络刘女士。Dear Handmade Life 主办的 DIY 手工制作拼布工艺 Patchwork Show 将于11月19号星期六，从早上11点到下午5点，在奥克兰港口水上的杰克伦敦广场 Jack London Square 472 Water Street 举行。现场有超过80位手工艺术制作人展出他们的拼布、挂吊饰品、圣诞树装饰品、手绘卡片以及最特别的 DIY 手工艺制作教学。除此之外，还有当地 DJ 音乐表演、复古服装和唱片快闪店等特别活动，并有各式餐车、餐厅提供的餐食和饮料。相关活动、停车地图、DIY 工艺品清单、特别活动及展会地图，请上官网 dearhandmadelife.com/patchwork-show/Oakland 查询。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Asian Art Museum 将于11月18、19号的周末，以及12月4号星期日早上10点到下午6点。举办一年一度的假日艺术工艺品展销会 Annual Holiday Artisan Market 开放给大众免费入场，市场特色是当地制造商或是艺术家所制作的独一无二的手工制品，展品包括珠宝、陶瓷器具、图书、特色食品、品牌装饰、时尚配饰和给小孩子的礼物，参观展会即有机会赢取价值$100的礼券，逛一次市场就可以完成今年所有假日的购物，欢迎带着全家大小一起来逛逛吧。圣诞佳节在公园 Christmas in the Park 是一年一度节日传统，今年活动除了40多年以来的徒步游园之外，还增加了 Blinky's Illuminated Holiday开车夜游行程，徒步游园地点在圣荷西 Paseo de San Antonio 一号的 Plaza de Chavez 公园，开放时间由11月25号到明年的1月1号，每天开放时间从中午12点到次日早上10点。开车游园地点在圣荷西 South White Road 2305号的 Lake Cunningham 公园举行，时间由11月26号到明年的1月1号，每辆车费用为$30。开车游园需要事先登记预约行程时间，更多详情与购票请上网 www.christmasinthepark.com
https://events/2022drivethrough 查询。